你要干嘛，文倩姐？你不要这样，文倩姐，她的臀部非常有弹力，黑人说你的身材超好。陈建州评比你聊我的身材啊？柴犬夫人，他跟雷根两个人 ，OK， 这段我觉得够了。<笑>我跟你讲，是什么叫早泄？你说他没有到那个地方，那你会怎样？哎，你怎么让主持人那么害羞了？我就说再等一下，再等一下。<笑>